我是千鸟。上一次我们帮了铁匠的忙，然后过程中好像发现见识不太够，对不对？来找点木材，增加我的见识好了。啊，看到了，不要记你。还蛮近的，他们走回来了，省得我追的辛苦。哎，这个是牛吗？它脚好尖哦。呵呵，脱掉一个。别叫别叫别叫，没事没事，我只是要木头。有点想到之前那个有一个魔女，她头发也是这个形状。Hello， 各位好，守护者回来啦！守护者现在正在当强盗、当小偷，算你了，最后一个，看你是要跑去哪？这个趋势 ，Lazy peasant， 这边我记得是禁区吧 ？Lazy peasant， make yourselves useful。好了，算了，不管了。这个勇敢一点，为了我的木材，进去就进去吧，跟你拼了！木材，哎，他下来了！哎，又上去！他到底想要干嘛？下来！哦，哇！哦，这个人装扮不太一样哦。You cannot lock us up like this. Understand the place. 看起来是高手。撤！人也太多了，可以一直拿箭射我。收集箭矢。让你们分开来，我再一直自打。这里应该不错啊。哇，火盆点燃了，我还要回去捡木材呀。把你们打下去，以前这招最有用了。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他们会从另外一边过来，糟糕！看我的，嘿！快剑连发，逃！哎，怎么下面有一只弓箭手？看我敲死你！躲进去，又一只，看我敲死你！哎呀，他又来了，这武将好凶啊！我已经被打到耳鸣了，放过我吧，放过我死吧你！落单一个人，还希望我放过你吗？哦，我错了，开个大，跟你拼了！哎呀，没事，再一下，哎呦，喂，怎么会这样？没有打中啦，可恶啊，我的木头啊，怎么会这样呢？哎呀，只好再找一个木头。都是皮，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是矿，哇，这边都是皮，一个木头都没有。木头这么珍贵，我砍个树行不行？旁边那个树砍下来给我用。啊，怎么突然不能使用赛弩了？那好吧。这营地害我的木头就这样损失掉了，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们吗？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们吗？看我把你这个营地攻下来！以泄我心头之恨。好像差不多了。
里应该可以用来进入，从墙上偷偷进去。让你们知道，偷我的木头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松花宝藏山，总之先爬高看一下。射不到啊，蹲着被打到了。站着呢？也不行，看来他是躲在底下。屋檐挡着，这个嘞，算了，不要浪费箭矢好了。箭矢毕竟是很有限的，能刺杀尽量刺杀吧。啊，刺不到啊！他在底下刺不到啊。这边好像那个人看起来落单的，先赏他一箭。呵哈，在呼叫赛奴看一下，哎，这是什么？确认目标位置。杀死梅杜纳姆。跑到任务区域来啦！难怪这里人这么多。感觉可以绕到这个上面，说不定有机会击杀。从这个绳子过去，谁在讲话？那边有个士兵，我刚刚没有看到。看我踩扁你！Let me at least talk to my wife. Oh, 这边关了一个人。Vek, is that you? Get me out of here. 走吧，走吧，你走，快走。What we hear so? They've taken four. 快走，有人来了。I pray they are all alive. Hide right here. When you are certain no one's around, get away from the temple. 快走啊！你站在那边干嘛？你傻呆啊！竟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嘞死了。算了算了，不管他了，好不容易救了你。枉费我的一番心意。好像有很多人都漏掉了，没有标到啊。这里有箭筒啊，说不定我可以以那一栋房子作为基地的啊，用精准箭杀人。我这边先杀几个，既然有箭筒的话就比较不用担心。哇，没有瞄到，可恶！诶，有一个人走下去，
身上搬着同伴的尸体耶，所以他们发现了，他们应该等一下会有人来了。看我先把你宰了。人呢？我刚还看着那位嘞。三女有找到吗？没有。那就先过去吧。主要还是我那个目标。他走过来了。箭筒在哪？趁他还没走过来，我先杀几个。哇，没中！呵呵，两下没中，还被看到。Setting fire to the beacon！哇哇哇哇哇哇！糟糕糟糕，被行迹败露了，先躲一下好了。没有人追来。嗯，哇，火盆。惨了惨了惨了，越来越难过了。影屏又屏不赢啊。不止连杀没了，连反击杀都没了。用小弓应该可以，不要浪费。不对，我还没剑了。Hey, what? I've got you, dog. He actually has a little bit of defense. He can heal himself a little bit. Hey,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his aim and hand are really not good. The target is being captured.哪一个？感觉在这附近。啊，在那，在那。问题是我现在要怎么存活下去呢？我应该要先想办法到达那个不见的地方吧。当务之急。有箭矢顺利的话，就可以再杀四位。哇，那边那边有个火盆兵。他好像不愿意过来，也不愿意转头呢。Best keep on my toes though.出宫了，又收回去了。不然，走这里看看能不能不要被他看到。哦，他没看到哦，机会 ，surprise！ 走走走走走，不要停留在原地。
我的剑袋就在那啊。我要剑啦。不怕你们了。希望可以最起码再宰四个。这个探头应该马上会被抓。他走了。这位都不动吗？还有没有其他人？那因为不动的话，我觉得我要换个位置。哇哇，又被又谁看到我了？疑心病很重哎，这些人。My guts are telling me to be careful. Well, I can't be sure it's safe yet.虽然说理所当然啦，机会机会，哎，齐了齐了，这边其实有剑士，那不错，就以这个台为据点吧。两等，虽然有点可惜，不过没关系啦。哇！满满的剑石供我所用啊！等一下，他们感觉要来查了。给我拖一下来。拖。哈哈。哈哈。看能不能用同一招。哦哦，有人跳到我后面。走走走走走走。不要硬拼，不要硬拼，不然等一下那个武将出来，我麻烦就大了。爬上来好了。看他们会不会过来？过来的话就有机会。再施同一招，哇！被看到，一等等，直接敲死好了。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赞、分享，在下面留下你的想法，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另外，也能追踪 FB 的粉丝团以及加 LINE 官方账号好友。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拜拜。